再要这世上没有人是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达到成功的。所以才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一个人的成功当然需要实实在在的努力，但也离不开机遇和人力的配合。有些人的成功得益于亲人的支持，有些人的成功靠的是真心朋友的帮忙，也有人有幸遇到了伯乐，金子终于得以发光发亮，还有些人的成功就是离不开异性的。就比如天蝎座的人，莱昂纳多·维多利亚秘密背后的男人，天蝎座的男人从来都是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甚至因此表现得很极端。只要是自己认定的目标，不管世俗怎样看，也不管大环境是不是支持，他们都能够顽强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对自己的事业梦想坚持到最后。这确实是天蝎男能够成功的一个根本因素。但同时，天蝎男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会孤军奋战，至少擅长爱美，并且常常乐此不疲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一路上都会有异性相伴左右。天蝎座像丽兹莱昂纳多陪跑奥斯卡20年后，终于凭借影片《荒野猎人》成为奥斯卡影帝。这20多年他在冲奥之旅上5次被提名，却总是与影帝擦肩而过。在2014年角逐奥斯卡落败后，肖里曾表示过要休息一段时间，被媒体解读为失去了斗志，但天蝎对梦想的追求当然不会因此就放弃。肖里很快就打起了精神，重新投入到创作中，也最终拿下了影帝大奖。在肖里兹陪跑奥斯卡的这20年里，有着56任超模女友陪跑，就是他强大的后援军。精力旺盛的天蝎莱昂纳多确实称得上是超模收割机。铁打的小李，流水的超模，感情不专一，品味倒是20年如一，永远都是金发加大胸加高瘦美。小李自的奥斯卡成功之路，有他极端的坚持力，也不可以否认还有他丰富的感情生活做支持。钱钟书取得玄妻，吃人有吃福，天蝎的爱情故事常常都被赋予了极其浪漫的色彩，因为他们与爱情好像与生俱来，就有着相互吸引的力量。这股力量促使着他们能够将平凡生活中的感情演绎成一段旷世情愿，以至于古往今来所有描绘美好爱好的诗词好像都是为天蝎座的人量身定做的。天蝎人生的成功也就有理由是离不开异性，离不开爱情的。一代文坛名人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始于浪漫的一见钟情。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这句话就是这两个人爱情的写照。也许是天蝎座的人命中注定就能拥有不平凡的爱情，也许是天蝎的深情执着打动了缘分的使者。钱钟书与杨绛第一次见面就彼此怦然心动，从此一生一世一双人。如果不是美好的婚姻生活，钱钟书不一定能创造出如此多的大作。就比如《围城》里的名句，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他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也是最懂钱钟书的贤妻。如今旧爱成就经典，新华成就幸福，很多人眼中的天蝎女就算外表不是完全符合美女的标志，也会被归类到美女的行列中，因为她们天生就有这种一种神秘莫测的魅力。这个魅力不一定是出自美丽的外表，就有一种风情万种令男人心跳加快的魔力。这种魔力对天蝎人生的影响力很明显，甚至直接的毫不委婉。所以天蝎女的成功也是离不开异性的。天蝎座的朱茵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女星，个子不高，皮肤不白，却被公认为美女。她就像天蝎女被认为的那样，像一个谜，一颦一笑间就能轻易唤醒异性灵魂深处最原始的欲望。说起旧爱周星驰，缘起《逃学威龙》，缘灭《大话西游》，这场爱恋给朱茵带来了心痛的滋味。
也成就了一个永远的紫霞仙子。也正是《大话西游》这部剧奠定了朱茵延续20年的紫霞话题。后来与老公黄贯中的那段宠物奇缘离开错爱，天仙女依然相信这世上有真爱，也因为这份对真爱的信任，令朱茵遇到了黄贯中，也成就了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幸福。李彦宏被所爱的女人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一见钟情，转角遇到爱的剧情总是能够在天蝎座的人身上上演。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吸引浪漫剧情的魔力，也许是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就的爱情和婚姻，所以也就在潜意识的驱使下，会有一群你和自己最合拍的那个意中人，再加上心动就会行动的个性，寻觅到对的人，与喜欢的人总是很快就能终生眷属，并且这个一眼就认定的人又能成为天蝎座获得成功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天蝎座李彦宏与妻子马东敏的爱情就是典型的一见钟情，一次聚会上相识相爱，天蝎对生活的热情，对爱情的激情，都是李彦宏仅仅用了6个月就如愿让马东敏成了自己新娘的强有力保证。爱情的魔力不仅给李彦宏带来了婚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以爱之名选择的这个女人帮着他成就了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当年马东敏认为李彦宏在信息技术领域是顶尖专家，应该独立创业，妻子一席话激发起李彦宏内心的创业激情，因此他选择了回国创业，于是就有了如果没有妻子的引导和帮助，也许就没有李彦宏后来的成绩。小杰，一个人要想成功，要想获得贵人的帮助，首先必须是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再加上懂得识人的慧眼，成功的因素里当然也会有机缘巧合，但更重要的是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和缘分。天蝎极端的个性只要运用得当，就是能创造成功的一个法宝。一个合拍的异性，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爱人，对他们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合拍的异性更懂他们，会支持他们正确的决定，也会及时给予有力的帮助。这正是天蝎座所需要的。一同步入驻平台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企鹅媒体、百家一点资讯、新浪探点、腾讯视频。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